一曲相送讲解教程。这个舞蹈是四个八拍，来，我们第一个动作，左脚向前点地，前点收回，换右脚向前点地收回。注意看，同学们，我们向前点的时候，你看左脚向前点，右脚是重心腿，是不是？双腿膝盖稍微直一点，收回膝盖弯曲，向前点，左腿是重心腿，左腿打直，收回膝盖弯曲。好，手动作哈，双手手心向下，先向左，再向右啊，我们加上我们的脚哈，这是一、二。好，三四的时候左脚向后踩一步，右脚腾空，右脚再踩，左脚回原地哈，这三打四。好，手的动作我们一二三四的时候，三的时候向下向左向上，哎，向右画一圈之后在左边定住，这是三四，来加上我们的脚哈，预备走，一二三打四。好，接着我们右脚向前点地，右点左点，右向后踩，左原地，右脚再收回哈。手动作向右向左，然后向左边画一圈之后在右边定住，它的节奏是五六七八，来加上我们的脚试一试哈，预备，右脚五六向后七打八。好，接着第二个八拍，右脚向旁边先踩一步，右脚打开，左脚点，重拍在左脚点地的这个脚上哈，这是一打二打三打四。好，在水平舞里面哈，它跟其他的舞蹈有点不一样，它这个脚它会有个半拍的脚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先出去右脚打一打二，这是会有这个节奏哈。手动作一的时候左手掐腰，右手打开斜上方打开，手心向下，换二的时候右手掐腰，左手斜上方打开，一直在重复哈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。好，五六七八的时候我们小腿向前踢，总共是左右左右是四次，双手掐腰，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三个八拍，左脚准备向前点地，边向前点地边向前进哈，这是一二三四，它又有一个半拍，是不是？在这个动作里面先点一下，这是一打右脚，二打三打四打。好，手动作哈，双手握拳，小臂斜上方打开落下，右斜上方打开落下，这是一二三四，来加上我们的脚哈，一二三四。好，接着左手掐腰，右手斜上方打开，身体面向右前侧，左脚向前点地，四个顶胯向前，五六七八。好，接着第四个八拍，双手掐腰，左腿膝盖向上，左边吸腿，右边吸腿，总共是边吸腿边向后退四次哈，这是一二三四。好，五六七八动作，五的时候左脚脚后跟向你的左边点出去收回，换六右脚跟，七的时候左脚跟，八的时候右脚跟，双手哈，还是我们刚才学过的一个手势，双手握拳，小臂向上抬向下落，五六七八。